全台湾最专业、最专职的摄影专家穆登峰先生来做全程的照相摄影工作。所以我们今天有合计有16位的模范母亲，我们每一位都要上台来接受表扬。同时桃园市的郑市长今天也会莅临会场，跟每一位的模范母亲来合影来留念。我们整个活动结束之后，我们每一位都会洗成最漂亮的照片加护背，林昭贤会一一的将这些照片来亲自来送到各位的府上。再补充介绍来宾，龙潭区退伍军人协会前理事长毕国强将军，感谢毕将军的莅临指导，谢谢。我们的活动预计在3分钟之后来进行，我们请王朝餐厅工作人员将我们的电视墙的照片能够更新